Welcome to Interesting， 我是你们的青衣。小伙伴们在去看一些电影大片的时候，会不会都选择去那些音乐效果更好一点的影院？强烈的视觉效果再配上 3D 环绕音效，简直不要太赞了。有时候逛街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店铺在放音乐，但是如果你穿上一件特殊的背心，就能在听到音乐的同时还能感受到音乐的律动。这件由安卓之父 and Robin 设计的音乐背心 Sunpack M2 可以让人们穿上它就能感受音乐的节奏。 Sunpack M2 是一种可穿戴音频装置，外形小编觉得看上去倒还挺像贝贝家的，重量约 4.4 斤左右，背面有一个凸起的小装置，里面装有音乐传感器，在播放音乐的时候通过触觉震动模系统来传递沉浸式的低音震动，就好像是随身带了一个 3D 音效环绕房间。但是因为连接耳机使用，所以不管耳机声音开得多大，背心音效震动得多厉害，都绝对不会打扰到其他人。前面就和我们的双肩书包一样，是可以调节长度的肩带，用来调整背心紧贴背部的程度。 Sunpack M2 的低音强度通过链接一个控制盒进行调整，同时这个控制盒也可以连接到电脑或是手机上或是其他设备播放声音，也支持蓝牙连接。 Sunpack M2 依靠锂电池续航，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6个小时左右。因为配套设备还有一套 VR 眼镜，穿上这一套设备再戴上眼镜，随时随地可以体验科技馆里那些 VR 项目了，非常便捷又观感十足。的售价为399美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左右。小伙伴们觉得这款音乐背心值得入手吗？欢迎走进 Interesting， 好吃好玩有趣逗比的东西我们这里统统都有，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车。